叫杜小国川，今年11岁了，来自甘肃省嘉峪关。从3岁半我就开始自学英语，并且一直坚持到了现在。我在嘉峪关长城上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做翻译导游，认识了许多国际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，比如说有法国的军委主席、好莱坞的总裁、英国的科学家等等等等。我有个梦想，是成为一名中国的领袖。很多人都说我幼稚，但是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，我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我是个有能力实现我梦想的人。Yeah, I can.接下来看追梦少年如何诉说传奇梦想。大家好。你好，向大家介绍一下，你怎么称呼？我叫杜兆泽川。男孩吧？杜兆泽川。对，我叫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中国人，本土的。你手上拿这个东西稍后是有用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的。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是11岁了，上大几了？哎呀嗨，我还有点年轻。对，我也就比你大一点点哈。三位导师都非常的好，规则你是知道哈。如果他们觉得很不错的话，他们会拍灯，这个板扑下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你说。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时的一段演讲，他说 Yes, we can。 今天在超级演说家的舞台上，我也想告诉大家 Yes, I can。 是的，我能。我今年11岁了，5岁时候就坚定了一个梦想，一定要做未来的领袖。虽然现在的我只是一个11岁的小孩，但是我一直为了这个梦想努力奋斗着。4岁时，我说我要2年内说一口流利的英文，没有人相信我，包括我那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太会的父母。但是我说 Yes, I can。 2年后，我不仅说这一口流利的英文，还在嘉峪关长城上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做翻译导游，而且一直坚持到了现在。在这期间，我帮助了20000多名外国游客。有一次我来到北京旅行，当我回到宾馆时，我见到了一位精神矍铄的外国老人。当老人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时，我说我想成为一名像领袖一样伟大的人。本以为他也会像别人一样说我的想法幼稚，可是他说我相信你可以，因为一个拥有梦想并为之坚持不懈的人是值得令人尊敬的。一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他，是因为他是得我肯定的第一个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就是好莱坞 Monarix 电影公司的总裁克里斯·蒂·迪比先生，是一名著名的导演。爱和梦想是生命中最好的养料，即使是一盆清泉，也能让生命之树茁壮成长。父母的爱就是我成长中最好的养料。2008年，家里欠了200万的外债，在那个冬天，我们是靠着100多斤白菜、100多斤土豆来维持生活。但即使是这样，他们又省下了钱为我买书。我真的感谢我的父母，如果不是他们坚定地支持我的梦想，相信我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。我同样也感谢李比先生和所有肯定我的人，是你们让我坚定着我自己的梦想。当你在坚持梦想的过程中徘徊不定时，就把眼前的事做好吧。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但只有行动才能决定下一刻你们的未来。 Yes, we can。
我叫你泽川还叫你杜杜，你喜欢别人怎么叫你？后者吧。杜杜。啊，对。好。杜杜，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？大家都看到我的这个志愿者证的吧？我在长城上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做了8年多的志愿者导游。8年多？那你3岁就开始做了？是的，我做一个小小的志愿者，但是我能够用我这小小的力量去帮助那些来到长城上的游客，希望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你觉得领袖帮助的力度会更大是吗？是的。你的终极目标是要帮助到更多的人，那么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就是你要达成目标的一个途径。你的重点是要爬上这座山，还是重点是我一定要走南边的这条路？如果你的目标是我要爬上这座山，你可以走南边的路，也可以走北边的路、东边路、西边路，你有很多种方法。当不了伟大的领导者领袖，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导游，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老师，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医生，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演说者，你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可以达成你的目标，帮助到更多的人。后者我认为是正确的，我能够帮助更多许需要的人，哪怕人们即使认为这个职业不是那么伟大，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帮助别人。好，我给你最重要的建议是，伟大的领导者最大的特质就是他永远要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，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要为人民服务。我觉得你很伟大，因为在这么小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梦想，不管是帮助别人或者是当一位领袖。我小时候也一样，就是会有很多的天马行空的想法，梦想。我小时候就想成为一名赛车手，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进了演艺圈。有梦想很好，但是我觉得你一心的想要帮助别人，或许你可以先改变一种方式，当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或许能够更能够去帮助别人。我只要尽我所能去让别人快乐，助人为乐，乐在其中。我希望能够让别人快乐，那么我就是快乐的，我就是幸福的。小智，我想说一下，就是今天我也带了这个我的一个机器人。这是你要送给小智老师的？是的。是你自己做的吗？是的。哦，了不起。哇，好棒好棒好棒。这看起来好像是，我看到它有很多的感应器，对，红外线感应的。哦，所以它我走到哪它跟到哪吗？就它会跟近一点。所以变得要这样子玩的。这个手工是你自己制作的吗？是的。花了多少时间？差不多有1年了。这个想法也是你自己想的吗？是的。这孩子有斯诺登的潜质，你发现？跟踪。这拿回去给 Kimi 玩一定很高兴。因为我知道你的梦想赛车手，就是我有4个很大的理想。第一个就是上哈佛，第二个就是成为一个赛车手，第三个是成为一个汽车设计师，那么第四个就是成为一个领袖。你上完哈佛去制造汽车，然后当个赛车手，最后当总统。太棒了。对，一定要加入我的团队。接下来你要开始你的选择了，你可以选择你的导师，你也可以同样去选择李勇，不过你选择李勇有可能会被李勇拒绝。杜兆泽川，X 导师的他也一样能有选择权。我刚才通过听你的演讲特别的棒，我们对梦想应该无条件的去尊重和敬仰，所以我觉得希望你的梦想能够成真。谢谢。我补充一下啊，我从小这个梦想我还是没有放弃，我在23岁的时候也成为了自己的赛车手，甚至到现在拥有自己的车队。所以你选择我的话，我很容易帮你实现当一个赛车手的梦想。现在请你做出选择。天才儿童语惊四座，李勇再度出击，能否力压小智斩获首名成员？我选择
小智。谢谢谢谢，选择我是绝对对的。以后我会加入你的车队的。加入我的车队，好好加油，真的。我梦寐以求的小智导师，让我离我的梦想更进一步。谢谢你。小孩的梦想是要细心呵护的。这么小就有这么崇高的梦想，而且他一步一步的去努力的实现，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。林志颖不甘落后，领先女友温